我。龍が如くシリーズに出演させていただくのが3度目になるので、4度目5度目と龍が如くシリーズにまた出演でき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。桃乃木香奈22日一身性感和服来台替电玩游戏宣传，她也在 Instagram 分享漫步在西门町的影片与在后台享用台湾美食的照片，吸引不少台湾网友纷纷留言表达欢迎。而活动结束之后，她也更新 Instagram 限动，摆出可爱 pose 向大家表达感谢。唱机是怎么着啊？只是台湾的粉粉们实在太过热情，他在离去时被团团包围，大呼救命，经纪人赶紧出动拦腰拖行，才得以把他弄上车。大家看女生的同时要记得保持距离。好在我们的猫猫酱并不在意，还要参加活动的人发照片跟影片给他，要拿来成为回忆呢。